当我们假装要女儿交伙食费，喜欢的呢？喜欢的把那个柴犬伙食费接一下。嗯？啊？伙食费啊 ？Hello， 你还找我要伙食费啊？你成了大人了，爸爸妈妈给你买菜了，给你弄起的，哪里要交伙食费啊？这不应该啊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好钱呢？我看啊，好多啊，就打50块钱给25块钱吧。行，好的。25。25可以的，不贵啊。我记得。怎么这里是6块钱？那么大人你气啊你？他也要算一分噻，50除以3，16块6，你整钱不少呢你。我和妈妈是一。是选一锅嘞，为什么选一锅啊？因为我们是两口子。因为我们是两口子。我牛血给你行不行？你，行，你给我等着啊。